除了跟大家所看到的季节竞赛嘛，馆长杯的篮球赛，希望不用熬一个林书豪。馆长杯篮球赛今年总共有43支球队参与，社会组有24支球队，各中组有13支球队，各小组则是有6支球队参与，采取直观赛模式来比赛。在开幕式当中，由篮球委员会主委陈碧玲、邓贵宾共同开球了后，球赛正式开始。这个运动诶，非常非常的好呢，对囡仔成长呢，嘛非常非常的有价值性。啊，希望呢，日后会当多多呢来借用这个赛事呢，有咱的囡仔有学习的空间、甲环境呢，互因会当伫咧学习中呢，会当互因成长，啊，会当推广着未来，培育着人才的问题，啊，互咱的囡仔呢，会当一日比一日更加好。陈碧玲表示，嘉义县是一个农业县，小朋友的体力会当讲比一般都市囡仔较好，但是幼教伊先开学堂拍球的机会，只限伫学校的社团活动时阵。为此，真希望透过球赛，增进学堂拿球的兴趣以外，更加希望会当培养出下一个林书豪以及更加侪的好球员。最新新闻，钟凯欣、崔雄香采访报道。